小天啊，嗯，我给小来福煮点鸡蛋，鸡蛋黄叫他多吃点，补充补充营养。中啊，我讲了营养地道。讲地道营养。好。来福。好，不动不动。不动不动。好，乖乖乖，来，来吃鸡蛋。天。嗯。来福的眼睛咋样？你看好多了。你看着好多了哈。嗯，看那个。这两天不是一直儿滴眼药消炎吗？你看眼睛都下去了。嗯，是的。来福，来，吃鸡蛋黄啊，补充补充营养。双双热，枝头桃花枕头香，热的小妹呢，杏花真要跳，墙外你偷偷往这儿瞧，阿黄上前更摇摇，慌忙丢下两块桂花糕。姐妹好，我是小天。来福做完手术啊，兰中社也有几天的时间了，这几天眼睛的恢复也是越来越好了。在这儿呢，还是要感谢小张医生的高超医术。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咱们来福的归宿问题。这两天视频已经发出之后啊，也是有很多的粉丝家人私信我，跟我说小天，希望来福呢能够留在农社，因为咱们农社啊是那么的干净整洁，还有这么多毛孩子。在这儿呢，小天首先感谢家人们对咱们农社的认可。说心里话，我确实也心动了。但是呢，我想说的一点是，来福毕竟呢，他不是一个流浪的毛孩子，他也是有主人的。所以说我也是在考虑了很久啊，决定今天带来福回去看一看奶奶。第一点呢，也是给奶奶报个喜，告诉她来福的病啊已经治好了。第二点呢，也是想征求一下奶奶的意见，看看奶奶是，怎么处理。想怎么处理来福的去留归属问题，这会儿呢，咱们就带着来福先去看看奶奶。啊，这边。该问奶。又累了，是吧？对呀，你买点香蕉面包。谢谢奶。哎呦，你瞅瞅。你来坐，给你坐着。哎呀，我不坐，你坐，坐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你给我，给你那狗儿抱。给那个来福叫你来瞅瞅，你看看这两天，哎，问给他。狗儿给啊，也看好了。啊，眼你看眼好了。啊。你看这眼都好了，基本上都好了。治好了啊。吃的药，滴的眼药。谢谢你们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哈，先跟你说一件事儿哈，就是他这个眼啊。不是橘子倒了，它是这种这个品种，它专门自己长的这个东西，它是一种病。哦。啊，它不是说橘子的眼倒瞎了，或者说啥问题，这跟咱没关系。它是自个儿生的病，所以说这个你也不用心里不带劲。不是，也不是因为咱们，它这个品种它就有几率发生这种病。这已经治好了，然后是把那个，就是长出来的东西哈，直接又放进去了。这都没事了，这一直给他点眼药，然后慢慢都已经这都康复了。你看，可好吧？我说这治好了，赶紧过来，先给你说一声，让你。还有啊，第二件事儿是还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哈，就是我想问一下，关于来福，就是，你们现在还是想继续留点养了，还是说，有别的啥想法？这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他就跑过来。小天儿，这个你们这狗儿治好了。谢谢你们，俺们这岁数也大了，没有能力照顾这个来福了。小天儿，你们给这个狗儿你头这个治好了，这几天呢，你那得问着这个狗儿的啥好劲儿，一直给问我，我说的治好了，你现在你们领回来了，他可高兴。也是操心的很啊。操心的很。这岁数也大了，又没有能力养了，这个。这狗儿，你看着找个家的，还是你们领回去了治。其实我这回回来也是因为这个事儿的。这会儿是，咋说了吧？这来福确实听话的很。然后我也是，在考虑这个问题，说能不能给这个来福接回去。所以这回来找奶主商量商量，看他们能不能同意这个来福让我接回去。
主要还想看听一下刘奶奶的意见，因为这毕竟是也是从小养到大的，感情是一定有的，这是也在考虑这个事儿。哎，我觉得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就是这个来福能不能交给俺们来照顾？来福交给恁吧，交给恁们俺们要放心了。那行，那我接着说意思跟你商量商量，我说来福跟着俺们以后你就放心了。他跟着俺们就绝对会幸福的。到时候俺们看看，如果说遇见合适的人的话，到时候再给他找一个好领养人，让他去一个好的家庭。中。暂时就先让他给俺们弄事，好好的先生活一段时间。啊，确实弄事你挺放心了。哎，来来福。咱们走了。咦，那你该我男人们都走了啊。谢谢你啊。好好，那你保重身体啊。没有事。走，该这儿吧。不该了，不该了，该我吧，该我吧。好。谢谢你。好，不用谢。好。好，该我吧，该我吧。该我。好啊。来福。来福。瞅着你。这算放心了。真听话了，小狗。来福。怎么会弄啥？那这先咱这么都是先回弄啥，然后等再让他休养一段时间，到时候如果说遇到合适的人的话，咱们到时候领养出去。中啊。这段时间先暂时给弄啥。好，来福，走，回去做点好吃的。好，走吧，回去吧。好。情也是无变，我也永远。